高龙无因从树仔顶的奶子压落，其实这压的动作本来就是现在奶子大出世，每工拢爱做的工课。不过现在却因为气象局暴风台要来，农民更加是透早六点就起来压奶子，透早就来收啊呀！已经收在收在个家里。几点就出门啊？几点就出门啊？七点。我那遐拢开六点外。我是拢六点就压来啦。六点就来。啊，因呢？啊，偌济啊？你拢是内底咧种，阿婆甲看嘛。嘿，拢阮是压几丛啊？对啊，开始按啦。啊个，啊今日要种个吓。今日要甲收甲了吓。无啦，可能。哦。收偌济算偌济就对啊。哎，收偌济算偌济安尼哦。啊，可能收甲了。农民表示，顶礼拜大雨造成奶子闭谷，产量减少两成，因烦恼风台若是过来，会造成更加大的损失，所以今仔日就全家总动员分工合作，会当收偌济就收偌济。同款是奶子三块草屯顶边那里，农民请着雨衣赶紧抽收，因讲若无大雨一来，果是拢落落土卡，到时就变成伫土卡收奶子。过去敢捌拄过风台安尼？唔捌哦。拢一刷则来。啊，煞才来哦、喔！啊，今年较早吗？今年的风台就是较早，本来龙井较会钓，嘿，啊，这较未钓。吼、哦，啊，伊即摆来吼、喔，连乌哟。那无办就随乌去了。拢规粒盘啊生。伊好来吼、喔，哎、啊，风曲啊，啊，伊即摆生吼，曲落啊，内底拢破哩哩。风要来，水嘛要来啊。啊，所以遮奶子紧来收。是啊，奶子紧收成啊，啊，若无到时阵看，是土脚无爱用手的哦。只要快点栽，不然台风完明天就在地上捡就好。今年来这产量本来就比去年少三成左右，现在阁风台要来，农民只好赶紧将奶子压落，避免让风台扫了了。记者陈婷采访报道。